我弟因为不知道七夕给他女朋友送什么，已经坐在这刷了3个小时的手机了，还得我出马，不就是挑个礼物吗？有这么难吗？哎呀，这不是觉得买花买口红太没心意，买别的又怕他不喜欢吗？这样，你微我200，我告诉你送什么。小样，还不是被姐给拿捏了。其实啊，给女生送礼就2点：有心意、实用。那么送这个就正好合适。像咱们女孩子啊，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肚子会不舒服。女行呢干着急啊，不如给她安排这个 You Lucky 灰绷带，她用的可是动态游走式热敷设计，说人话就是模拟人手热敷，循环加热，就像是有一双热乎乎的手给你揉肚子一样。而且啊，各种用法和设定都可以在 APP 上面直接操作，就特别方便。用过热水袋和暖宝宝的都知道啊，那温度是真的很难把控。它这个啊是无极温度调节，就算是长时间佩戴也不用担心被烫伤，还自带9种加热模式。像刚来那几天啊，特别不舒服的时候，就可以选择这个高热模式，戴上之后啊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。关键是啊，它用的是这种瑜伽布的面料，很薄很亲肤，不管是躺着戴、坐着戴、走路戴都不会有负担。哦，对了，它还有个男友关怀模式，提前提醒你女朋友的经期时间，是不是很贴心？行了，答案都喂到嘴边了，赶紧买去吧。拿来吧你。